啥你会紧张呢？系个东西。过会。所以这首歌你练了多少遍呀？啦啦啦啦啦呼啦啦。他们俩最少100遍，在车上整个都在跟他们俩听。我早就记住了，但他们一直让我。再垫高一点。所以这首歌是你教弟弟唱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。手托一下。是。那是谁教的呀？爸爸。啊？我教他不可能会听的。谢谢，先给妈妈好不好？你等一下在镜头里，你先玩一会儿，然后唱唱唱给我，先拿手里玩一下啊。